拉去那一个地方的船那边，就是有点像是互相牵引起来，就是这个地方就是发现是很密集的，这个不同的绳索在这边交错，就是大家就是要彼此就是绑在一块，这样子风浪来的时候它才可以更安稳，不会有损坏。其实像上次台风，不是有应该有看到新闻，就是我们基隆港有一艘就是撞了军舰的那个游轮，就是因为那个系缆绳的部分，它好像有一点就是没有用好，所以它就是往前冲撞那个军舰，对，就有点小损坏，要在这边修好之后才能再出发。对，那我们可以再看看我们这个渔港的两点钟方向，今天有一点点比较淡啊，就是有没有看到那边有一座岛？有，那边有一个岛屿，有一座岛就浮在那个海面上。那大家知道它是谁？基隆屿。对，是基隆屿。因为我们在这里，其实大家常常会误会说是那个龟山岛。那其实龟山岛可能坐火车要坐到外澳那一站之后，才会看到岸边，就是有那个龟山岛的所在。那这里的话，我们基隆火车站出来好像还没有办法看到它，你要沿着北宁路开开开，开到大概海大那边就看得到了，海大的这个大门口就可以看得到基隆屿。那我们以前，因为我刚好是海大学生，以前学长姐就说来到海大，你不要再说我们这个门口的那个岛是那个龟山岛，所以要特别声明这个是基隆屿。那其实它是可以搭观光的那个船过去的，只是最近没有开放，因为在某一次台风的时候，他把那边码头就是有点打坏，然后正在修复。可以，是可以的，原本是可以的，因为我曾经登岛过。很丑。